我们首先能够安心，心怎么能够安？安住在什么地方？在顿悟的禅法，叫做无心可安，叫做安心。 普通的人呢，希望安心的时候，要追求一个对象，比如说信仰宗教，他有个对象的祈求或者是祷告，希望他所信仰的对象啊给他平安，在祈祷的时候。 的确是能够有安心的功能。其次呢，一般的人安心呢，希望有更多的钱，有更多的权，有更高的地位，他是觉得心里能够安慰的很。但是有了名的人，并不觉得很安全。 有了地位的人，也不觉得很安全；有了钱的人，有了权的人，不一定感觉到心能够安下来，因为环境啊会影响他们，让他们感觉上心里的不平安。因此，真正的安心呢，不求安心，你的心是。 安定的、平安的，不求安心，你的心是就会当下就能平安。这不是我讲的，因为在禅宗啊，中国的禅宗，第二位祖师啊，去见第一位祖师菩提达摩，第二位叫做慧可，慧可见菩提达摩。 求菩提达摩给他一个方法，让他安心，因为他心不安定，心不安定，意思就是有很多的困扰在他心中，希望菩提达摩给他个方法，叫他安心。菩提达摩的回答，他说：“那，你把心拿给我。” 我来替你安吧，你把心找出来，我替你安。这个时候，慧可啊，在向内看，自己的心，就是不安的心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心是不安的？他在向内看的时候啊，找来找去，不安的心是不存在的。 当你呀、啊、能够专注着来观察你自己的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的心是专注的，你就心已经很定了，不会再浮动。如果我们呢，随时随地，我们的心都能够用专注的，或者是用啊。 一心一意的来做任何事，过生活，那我们随时随地就是在生活在现在，生活在现在这个时间，那我们就不会有忧虑，对未来的事情呢，不会有忧虑，就是可以思考着未来的事。但是呢，不需要忧虑未来的事。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不必太兴奋，也不必忧虑，还没发生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呢，最重要的活在现在。如果现在都忘掉，只是想到过去，想到未来，那我们是很痛苦的。禅宗的修行呢，非常重要的，是啊，把自己的心念头。
就是在现在，那过去先，过去的不要管它，未来的不要管它，而是在现在。如果你只记得现在，你发觉到你的现在根本不存在的，这就是开悟。我们的心念只是的，从过去到未来是个过程，这不断的是，现在是不断的变成过去的。 现在呢，不断地把它变成过去，而未来的还没有开始，那么现在根本不存在。因此，菩提达摩啊，叫他的弟子慧可，叫他看他自己的心，拿着来看。慧可没有其他的原因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就是看当下的心。看当下的心的时候，他不看过去，不看未来。 只看现在这一点，发觉到自己的心是不存在的。这个时候，心既然不存在，还有什么好安或者是不安的？心当然是安了。因此，菩提达摩说：“我已经替你把心安好了。”